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游戏里最香的防具——优雅衬裙。这件衣服取得的位置在地图下方的挖掘场，就是游戏最刚开始的地方。但进入主要游戏剧情后，要到达此处，必须从主城沿路走下来才可到达。路途要经过关口镇、巴塔尔城，再经过火山岛营地，才会到达挖掘场。如果你还没有解到关口通行证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直接走这条路下来到达巴塔尔城。从巴塔尔城到火山岛营地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一条是从城的右方道路下去，虽然路途比较近，但因为这个地方有个门是禁止通行的，需要解到游戏尾段剧情后门才可以通行。另一条就是乖乖地从城镇左边道路慢慢地走过去。到达挖掘场后，在杂货店旁边有一位商人，找他就可以购买我们要的优雅衬裙。最高的品揃えだ。价钱是40,000多金币。下面也有一件边带裤装，看个人需求购买。我们来看一下穿上这件衣服时的战斗英姿。影片就到这边，拜拜。